他的重点阿里没生命了，要看镜头一下。你用这个金色的灯，因为金色的灯的话呢，它很有要看谁是我们的幸运儿。每周四晚上八点半，约定你哦。晚上好，我是猛男一号 Jonas， 我是猛男二号阿力，所以非常欢迎来到大家来到我们的 Next 这个直播室嘛。你刚才看我们吹的嘛，有没有脑汗？对，我们的这一个很吹的，很疯的，对，很疯的。好，先跟大家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啊，大家晚上好啊 ，Hello， 大家有听到我们的声音，有看到我们的，你可以留言给我们 say hi 一下哦，看到猛男。对，叶静美 ，Hello， 叶静美 ，Hello， 对，我是重新介绍一下，我是猛男一号，我是 Jonas， 我是二号，猛男二号，你讲话，猛男要有猛男的讲话，等我做到猛男的那些，对，所以给生命一个机会，Next， 生命谁猛啊？对，所以就欢迎来到我们的 Next 这个直播室嘛，那么我们的这一个。猛男大比拼的这个节目呢，主要就是它是比较一些轻松的方式哦。相信说，哎，我们 MCO 已经开始慢慢告一段落了嘛，所以就哎，可能很多人他已经复工了，那么可能你们工作压力很大，那你可以邀约更多很像工作压力很大的朋友们来看我们的直播，我们会让你放松一点。还是你没有事情做啊，朋友啊，亲戚啊，都会要来看，因为有看过我们上个星期节目啊，全部都说。很好笑啊，还有看大家有看到我们的惩罚吗？这天我们就播那个惩罚的，哇，那个动作，大家记得去看回去，好不好？就大家去看我们的，看回我们的直播就知道了。对，嗯 ，Hello， 所以李萨库 ，Hello， 李萨库你好 ，Hello， 裴林勇，晚上好，晚上好，裴林勇。然后Summer Own问我们今天会玩什么呢？啊，敬请期待哦。对，我们的亲戚天友说，他说猛男三号在线下观看。猛男三号，对，欢迎你来加入我猛男三号。叶静美说她是第一次进来的 ，Hello， 吉吉说说 ，Hello， 你好，你好。Hello. 啊，妹 ，HLTO，Hello， 妹 ，HLTO， 你好，今天要支持我。对，还没有开始就拉票了，大家记得投票。所以今天的话呢，大家知道星期日是什么日子吗？假如你们知道星期日是什么日子的话呢，你们可以在以下留言哦。那我们知道说，哎，星期日是什么日子？因为这个星期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比拼哦，是针对星期日这个日子而来做 challenge 的，是因为这个星期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父亲节嘛，所以父亲节的话呢，我们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我们会来一个大比拼，比拼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DIY 父亲节的礼物。那么我们为什么是 DIY 父亲节礼物？什么父亲节礼物？因为相信哦，父亲节嘛，哎，可能大家我们观众朋友就是准备一些礼物啊。就是送给我们的父亲 ，OK， 就可能大家在礼物上，可能大家比我们都还懂，哎，你们懂父亲需要什么，都送什么给父亲。可是呢，除了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哦，其实你如果那一些爸爸啦，其实他们会比较少做些什么，就是他们的孩子亲手做一个东西送给他。哦，就是想象不到，就是我们说礼物是物质上的，可是我们说心意的话呢，是更重要哦，对，更容易让他们感动。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的主题是我们会 DIY 这个父亲节礼物嘛，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水果的一个拼盘哦。所以相信说，哎，在父亲节大家可能会带父亲去吃一个好吃的一个晚餐啊，会准备好礼物啦、啊。那么，哎，回到来说，可能你可以准备这个水果的拼盘。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可以来比拼这个拼盘，看谁做出来的拼盘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好看、啊，更加的好看怎么样？对，对吧？到时候可能是啊，我们是两个比拼啊，不是你们比啊。对，所以的话呢，你们观众们线上的观众们哦，你们就是评审哦。所以待会的话呢，你们要评审说看谁的是做得到最好的。看的。那么我们也会有这个大土花嘛？那么今天的大土花呢，有一点特别啊。那你觉得说你想要来什么样的一个大土花来看我们做这个大土花的话呢，你也可以留言啊，对，也可以留言，对对、啊、大家就是我们输的那一方，哎，你觉得他应该要土花什么，你们都可以在下面写，我们就会收集起来。是的啊，所以 May 会笑笑说，哎，终于赶上来看你们的啊，谢谢你的支持啊。Amy So， Hello， 你好 ，Amy So， Hello， 有听说说猛男不需要减肥，你可以说的，对，其实肥也是猛的一种，对，他是猛在别的地方，对，对，很猛。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抽奖嘛。如果今天的话呢，我们的人数是超过超过150人的话呢，我们也会有这个抽奖，会有礼物，对，会有这个神秘礼物送给大家。送给我们的线上观众朋友哦。好，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进入来进行我们的 PK。要 PK 什么呢？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OK， 因为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 DIY 水果拼盘嘛，所以水果拼盘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规则呢有三个。OK， 规则很简单的，我们有三个主题，三个功能啊，三个用具啊，三个用具啊。第一个的话呢，我们会用到刀。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会用到底部比较尖利的工具，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我们用到刮的这个工具啊，对，所以我们其实各自我们准备好，对，但是我们准备的这个工具不可以一起的，所以我们已经各自准备好这个工具给对方，给对方了的，所以待会的话呢，他就必须要赶快处理这个水果，然后做这个摆盘。这三个绕的话呢，他做完这个摆盘的时候，大家最后的话呢，就由大家来做这个选择啊。而且我们每切一个水果，我们的时间是两分钟哦，就两分钟以内。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准备了三个水果嘛，有我们的苹果，有我们的梨，还有这一个对，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水果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哦，在想切这种水果自己吃的时候啊，记得要注意是什么，就是水果上面的农药。因为我们都懂啊，比如说苹果，哎，苹果其实我们就懂，怕害怕外面有农药啊。是的。然后我们就把皮切掉，其实苹果的表皮的营养是非常的。对。而且你摆盘哦，要有一些皮哦。对。所以大家假如家里面有这个酷狗的话呢，有这个企鹅的话呢，那大家很好哦，你就可以用它的功能来去除这个农药嘛。所以这边的话哦，只是稍微很快速的跟大家讲解介绍一下啦。如果哎，企鹅它后面其实它有三个灯的，有蓝色灯，有黄色灯跟青色灯。假如你要拿来去除蔬菜水果的农药的话呢，你只需要这样子按两次吧，它就去青色的灯。然后你只要开一下这个水龙头的水，它出来就是有活氧的。所以比如说苹果的话呢，你只需要这样子做清洗就可以了。或者是说，如果你很多，像我们今天会用到很多的话呢，你就可以拿来这样子做浸泡啦，就可以了，它就可以去除掉这个农药了。所以我们浸泡也只是花一个两。是的，好，那么分享的朋友，刚刚进来或者是刚刚进来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帮忙我们分享出去哦，分享让更多朋友们呢一起看得到。那么今天的话呢，什么大处罚的话呢，大家可以留言啊，留言在以下啊，那我们知道说，你想要看我们接受什么样的一个大处罚？今天我们两个也会有一个胜利者嘛，所以你看到哎哪一个你想要处罚什么的话呢，你可以留言在以下。好，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先由我们的阿令开始嘛。我先开始。阿令开始先。Okay, 所以我们今天会用到的第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的刀。我先选了，因为我们这个水果是有清洗过的，有清理过的干净的。Okay? 所以我先选第一个，我的那个水果就是这个梨嘛。我们的第一个绕就是梨。那么我们的工具是什么？手工具是刀吗？有看上个姐姐直播就知道哦，上个姐姐我被折磨到也很惨。没有折磨啦，现在选哦，也是担心啊，不会选别的。我觉得我选别的都是很好的东西，
我选给你，今天我选给你的东西哦，是口风嘛，别人第一次可以用到的，我们的盘啊可以用到的哦，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有准备的这宝贝，对白百宝，对百宝袋嘛，所以他是不知道我里面会有什么东西的，我也不知道他里面是准备什么东西的，所以首先第一个阿令，你的道具，你的工具就是刀，所以你第一个准备的就是噔噔噔噔。鸡蛋刀，这个也是刀来的 ，OK 啊，他也是。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人太好了，我给他准备的真的是一把刀。对啊，这个也是算是刀啊，它不是就是这个也是刀来的，很利的。你试一下，你试一下看，可以要求每分钟变四分钟。你看，啊，它很利的。所以我们一样哦，我们是有两分钟的这个时间哦，两分钟倒数的这个时间哦，所以我只是。看自己怎样切这个离子刀，可以吗？对对，怎么我可以，我可以试一刀吗？啊，不可以，不可以试的。我们是很公平的 ，OK？ 你有点不公平要选这种刀。我来啊，我们两分钟，两分钟开始啊，你 OK？ 我们两分钟开始，你没看是不是？我都跟你讲很厉的啦，你看，一看阿力我就知道，哇，你很厉害切水果嘞。你都完全不用去除它里面的那个芯哦，就可以了。因为这把刀不能切一半的嘛，它只是这样短罢了。它可以切刀的，阿令。啊，阿令是可以切刀的。阿令，你今天想要摆什么？摆什么盘啊？今天没有摆什么盘啊？啊，我觉得就是自己的创意哦，自己的创意啊，是什么？是什么盘呢？我觉得我不会透露一点的，这样他就你到底要copy我的？不会啦，那你会有copy的这个？你看你切刀很好啊。看到是很好啊，所以嘞，你看嘞，一些有心人做无心的，老天是不辜负我们这种有心人的。阿力，你不是有很多人有问说，哎，他是希望是能够看到你上次的那个表情，对，可以对着镜头做到一次上次那个表情嘛？可以不用吗？阿力，快点做到一次，看上次哪一个表情？上次我做很多个表情，最帅的那一个表情，最帅就是啊，你想象最帅了啊！你想象一下你的前面的、啊、有一个你的心仪对象的女生。对，然后你现在要做这个表情给他看啊，做这个表情干嘛？就是最难学那个，就是最好的。你我有多少时间？你要给我算时间呢？等下。哎呀，还有很久啊，你还有啊，多少一分钟二十秒啊？还有一分钟二十秒，这样我要去想一下我这个东西。对啊啊！时间还有很多，你可以慢慢来做这个摆盘。我们是三种水果啊，对呀对呀、啊，我们是三种水果啊，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时间来做这个摆盘啊，阿令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哦，时间是很充足的。阿令，我觉得我要看一下，等下你骗我，还有得多秒，还有一分钟，还有十秒的时间哦。我真的还想要点击。对，还有十秒的时间。啊，我觉得时间不够我用耶。三二一 ，OK， 阿令，时间到了，可以放水果罢了。阿令，时间到了，所以你看很简单嘛，你看你很快的就已经切好了。第一个，但是你要知道我要摆盘哦，因为等一下最后的话呢，我们的评审是还要看你怎么去做这个摆盘哦。对，怎么去做这个摆盘呢？我现在看到这把刀就有点，你们看人好哦，也是，所以跟他一起合作，我们一定要学会坏一点的。你给你们看一下我给他准备的刀啊。对啦，你是真好的。嗯，对，我看一下啊。看到吗？我观众的。运动是被欺负，他就是这样子。怎么说？哇哦，这个刀是怎么样？对呀、啊，你看他切的。他切的刀是因为我的技术好。对呀、啊，你技术好，你用什么工具都可以的。这是他准备的刀啊，我给你看啊，我帮他准备的刀啊。真的是切水果的刀哦，这个是我准备的哦，你看。对，你看什么人都想到是讲准备刀，对呀、啊，这个也是刀啊，所以我快点啦，我快点进行啦，我的刀的，等一下我要按时间键啊啊，可以啦，可以开始的啦，好，我们公平哟，公平，干没关系，来准备一二三开始，对，阿力你看，阿力你就是很好嘞，你看我可以慢慢做，看到吗？我可以慢慢做都可以的，阿力，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我刚才是不是有差了？对呀。阿令，你切，你该不会等下最后我全部我切回一样的东西啊？应该不会吧？这就要看你再给我准备什么道具哦。其实我刚才我的 fan 哦，我的礼物是要雕出一个爸爸的脸出来的，可是你准备看到详细做哦。可以雕得出一个爸爸的脸哦，真的这么厉害啊？
真的有这么厉害？我们的有定性高处罚是与爸爸眼神相对五分钟，然后对爸爸说21次“爸爸我爱你”，可以，我们请爸爸来到现场就可以。你的时间好像剩不多了哦，真的。哎呀，我很多时间了，我有这把工具哦，我怎么去哦？看到吗？你看我给他准备这样好的剪刀，好的一把刀，对。他还可以雕刻，我想要雕一个，我想要雕一个爱心耶。啊，看我可以雕到一个爱心吗？还要雕一个爱心，过不过分？还可以雕一个爱心。对啊，我要雕一个爱心耶。可是我们水果不是说一定要用？我们不是说我们的水果一定要用完吗？啊，没有啊，我们没有，啊、我们要是摆盘啦、啊，拼盘，你知道吗？拼什么叫拼盘？你没有可能准备水果给爸爸，你就切完了吗？对啊，所以我在拼盘啊，拼盘，你看，啊，你的时间剩不多啦，你还在慢慢的雕，剩十秒，有，哈哈，剩十多秒啦，你，哎，你看，有一个爱心出来，看到吗？看到这把刀，如果今天是切牛排的话，这把刀勉强可以接受了。可以的，很好的，力。哎，你的时间要到了哦，十秒哦，啊、真的是就十秒了哦。OK 啦，可以啦，力。八、六、五、四、三、二、一，我丢了、啊。我这样看是一个爱心来的啦，看到吗？一个爱心啊。啊，一个爱心，是不是一个爱心哎？这个爱情还不如我的这个比较有层次感，对，它是一个爱情来的力。哎 ，OK， 好，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第二个水果啦。我们的第二个水果是什么？什么我们第二个会用的水果。第二个会用什么水果？对，我们第二个会用的水果就是我们的橙嘛，橙我们要这一个橙。橙要切皮吗？对，橙你看啦、啊，你喜欢啦、啊，你要用那个皮也可以，你不要用那个皮也可以，你要看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啦、哦、我想到了。OK， 所以我们的第二是刀具方面的。对，刀具肯定是可以的，因为它刀具已经写了的，它的底部它是需要用到这个尖利的这个工具的。OK， 所以、啊、我先拿出来给你嘛，底部我先切嘛，这是。对对对，先给你切啦，先给你切啦，好，底部比较尖利的工具，所以这一个一定可以的，阿力，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看底部是不是肯定？我是真的觉得哈、哦，他肯定是可以切的，你什么样的人就想要的，这个要详细哦，这个可以切，这个奶可能可以切，这个可以切，这个立了，你看人家炒菜呀、啊，炒什么啊？他们为什么这个锅底这边是这样子？他们炒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这样，他们就有这一面炒一面切，对，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是可以切的啊，这个、可以切的、啊、，OK， 所以我们一样啊，两分钟的时间啊，阿力。所以阿力要进行第二个水果了，这样子我这个拼盘要点美哦。第二个啊，两分钟了，好，令开始了。阿力，你可以讲解一下你第二个水果你是要做成怎么样的样子吗？其实我想做的是一个圆，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完美了，对不对，大家？也是可以啊，令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讲气哦，不如用手、啊，我觉得我用手画好像更加好嘞。哇。这个真的是有一点，你是要切什么？我是要切什么？你看大家，然后哎呦，我已经不懂我要切什么了。所以教秘书有说，哎，教他找我训练一下就可以了，看到吗？啊，你就可以用到了那一个来怎么去挑出来哦。不是，我很懊恼，我在要讲切，我已经不懂我要做什么行动了。阿力，你原本想要做怎么样的？我原本想切片的、啊，切薄片，这样子摆就很漂亮。对。可是现在好，我都。啊，讲，我觉得我用手更加好，可以啦，你切出来，你看很漂亮了哦，你看这个这样子放上去，没有，这个整个都是完全就是一个设计来的，看到吗？令，我觉得可以放你那个啦，真的，很多人说啊、做东西要靠自己的双手，终于领悟到这个东西。对，阿令宝宝，你看一下时间，然后还剩下多少啊？我们的时间还剩下45秒罢了，令。真的吗？啊，四十五秒不了，真的四十五秒不了。怀疑一下人了，之间已经有什么信任了，大家。怀疑阿令要快，你知道吗？要快令。这个 Orange 发了，等下还有人敢吃吗？有，你自己也可以吃完了。我觉得我爸爸阿令你要记得哦，这个是一个摆盘哦，这个不是一个坑爹哦，坑爹并盘哦。我觉得我爸爸如果看到我的制作过程，他应该不是很敢吃啦。对、哎呦你看我已经很懊恼我的摆盘了，这样你要这样子夹在上面，对对对对对，亮亮亮 ，Lim，
你是在摆什么？你要有一个摆盘，你这个不是切完水果这样子摆就好了的。我们可以，其实可以过后才来摆嘛。啊，也是可以啊。三秒，二，一，好，阿令，时间到了，阿令，我觉得我能把这个水果成功的剥开，已经是一个很好的，非常好，阿令，你看，已经完成了你的这个非常漂亮，阿令，已经好了，阿令。OK， 所以说现实跟想象往往都是不一样，你看。没有啦，它是可以的，令。OK， 好，那么接下来呢，到我啦，我要用到这个啦。所以我们底部建立的工具是什么工具啊，令？你看到吗，大家？人好哦，就是这样的。我准备的东西真的是尖的，懂吗？啊，看一下先什么？尖的，懂吗？你看。差不多一样吧，了，你尖的嘞，这个至少是拿来切蛋糕，什么都可以用，好不好？这个尖的，你看来，这个跟这个也是差不多一样吗 ？OK， 你看观众们，如果是一样的话，叫你用这个就好了。我们要遵守规则，啊、OK， 我们要遵守规则 啊，我们要遵守规则，你 OK 啊，你等一下，我要按那个指标位给他看见。我觉得你有这个工具，我觉得我们再一分钟就好了，真的。来啊，准备啊，开始，阿力。你看到吗？那个效果，这个也是很难切的。你切下去，你看到你的 orange 是平的吗？啊，你该切也是平的，你看不平嘞。平，你看到吗？我的是凹的嘞，你的是平的嘞。你是平的，Lim，这些要考创意的吗？考创意，对呀、啊。是考入了坑对吧？嘛，下一期我节目我就懂哦，真的不用开光脑门。你看到吗？爱心，这把刀是多么的方便，你看啊！刷牙剑转说，这个是拿来盖房使用的吗 ？Hello， 这个是很好的哦，来剑，你看到吗？对，看到吗？你有没有拿错？这个我要厨房用具的，不是盖房使用。你看，我们的线上观众朋友也会讲，它看起来很像是盖房使用的，很像是盖房使用的嘞。啊，下次没有用到可以用这个，大家我们做个很好示范的，如果下次你们想吃成的时候你没有用，你家里没有刀，你真的可以用平铲哦，虽然是也不漂亮啦，其实用手的话 OK， 好，完成了，你看我时间，你看到吗？时间还有一分，还有一分钟，太厉害，所以这一分钟等一下会再加在我的没有没有没有工具里面的，没有，是这样子吗？肯定不规则吗？我快完成吗？肯定是有的啊，我快完成吗？所以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剩下我们的这一个苹果。苹果它应该会要我用什么捏吧？所以这边提醒一下啊，观众朋友啊，假如你们的这个表皮有农药的话呢，大家可以记得用这个酷佐，它有一个活氧的功能啊，就是绿色的这个，它就可以去除掉那个表皮的农药，那么它的表皮是很有营养的价值的。对 ，OK， 所以我们的最后一个工具，这个也是最难的，我觉得。我觉得我们的制作主题，我们这个工具是最难的。我不是觉得这个东西最难，是他给我的应该是最难的。刚才我们是选刀跟尖利的工具，至少是尖的。现在这个是写挂的，我真的想象不到他会给我什么东西。我另、啊、还是我先从我开始啦、啊、自己从我开始先啦、啊。我看你这样子，我的这个一直怀疑我，我看你准备这个挂的工具会准备到多好。挂的工具哦，真的是完全符合主题哦，是挂哦，啊、要挂啊，对，汤匙，你看，至少汤匙它这边也是尖的，苹果，他讲挂嘛，我是挂用苹果，我突然想到你会准备什么给我嘞？ Hello， 这个怎么开这个苹果？没有讲开啊，我准备的那一个至少比这个东西哦是大五倍的，你知道吗？我觉得还会，所以等下你挂哦，这个东西是肯定是可以的。我是怕会不会准备挂三那种叫我挂？不会啦，我让你这样坑，你看你做出来的水果很漂亮一下的嘞。我觉得等一下他准备那种挂伞的东西叫我挂。好，我们就开始啦，我们的这个东西怎么开？哎呀，准备一二三，开始。哇，你真的、啊、这个汤匙不可以。看到吗？看到吗？我们这种就真的是这个汤匙是可以的嘞，真的是处处为他着想哎，你看。对，这个汤匙真的是可以的，虽然是没有办法像刚才那个形状这样啊。哎，你们是复坑吗？错。我觉得我是被坑的那一个，所以我先要把前面的那个头跟尾去掉嘛。对，啊、我们的Mandy 就有问，哎，苹果的表面的蜡要怎么去除掉哦？如果是果蜡的话，那其实它是好的。我们最怕是农药罢了。农药的话呢，其实我们的 Next 酷佐哦，它的那个活氧是很好。你只是用我们的活氧水浸泡两分钟，它就可以去除那个苹果的那个农药了。如果是果蜡的话，其实是好的，你就不用去强调怎么去去除掉。嗯。
是的。要浸泡多久才可以去除农药？大概是两分钟，对，至少两分钟就可以了。OK， 所以哇，你看到吗？还可以切到很小片呢，还有多的时间一分钟，还有一分钟，但是我在想，我要这个要怎样子摆啊？我要怎样子摆？我们后面有时间摆摊的吗？啊，没有，没有啊，没有时间啊，这个是最后一绕了哦。这样子我要把我的时间弄来摆摊这边了哦。对呀、啊，我刚才只是放慢了，没有摆盘。OK 啦，我等一下给你的道具，你一定很容易切的。我觉得这三个道具里面呢、啊，我给你的啦、嗯。等一下那个道具算是最好的一个道具了的。爷爷这样子讲，最好的一个道具了。其实现在你做的时候，我可以摆盘嘛。啊，不可以啦，不要浪费时间嘛，对不对？我们老师都教我们一寸管理一次性。对，我们可以。对，但是也是不可以啊。Hello， 时间只剩下20秒。对，好 ，OK， 可以啦，我的就是这样子的，很简单的。我觉得我是把水果用完了，我觉得我的重点就是在于中间这一颗心啊，这一颗心啊，对呀、啊，你刚有讲到，我很注意听你讲的啊，你刚有讲到说，要用心，要用心，这个中间的就是这个心来的 ，OK， 可是你这个是要他吃心啊，你要给他吃爱心，爱心，好，爱心 ，OK， 可以啊，啊，也好了，这个时间也到了 ，OK， 准准啊，漂亮啊，来，阿丽，到你的这一个苹果，所以你要用到花的嘛。我觉得这一个，我觉得观众朋友们，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啊？这边我很担心啊，真的你摸一下看是不是大的？你看啊，它有头的呢嘛，从头啊到尾啊，它是这么大的，啊、这么大的呢嘛。你看我给你这个刮的是这么大的嘞，我怕它刮反。不会啦，肯定可以的，令啊，你看，看到吗？完蛋！对，来，东西来，长的东西有什么？对啊，它一定是可以刮的吗？啊，对，你看。这个哪里是刮的？刮的啦，它不是刮的。这个我还特别选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直接可以刮出那个造型了。问题是、你刚才这个呢？你看我这个，我很难刮造型的。这个本来就可以刮光心了的。其实这个我第一次看，这个是来刮什么的？如果不刮，这是真的来做什么？这个来刮的啦，捞汤的，刮水果的不是？刮水果的，刮水果还怎么讲刮？啊，要把这个弄坏呢？哇，喂。好像不错，看到吗，你？我准备给你这个哦，是有原因的，它真的是可以来挂的，真的是有一点方正、哦。对，我这里它真的是可以挂的，看到吗？你看它的形状就出来了，你我看到吗？我觉得是技术的问题啦。哎，你不要帮我摆盘了，还是自己摆。你刚才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吗？那个是我摆，所以我就一定要帮你摆嘛，是吗？就两对吧？你看到吗？这种有居心的人，就是在那偷偷摆一盘。等下他的盘就比较美丽，然后我的盘就全部都摆对，好像这个苹果啊，你如果要解决它的那一个氧化的问题啊，不要让它这么快氧化，还有可以怎么样去解决啊？我分不到心啊，怎么样解决你、啊？你可以分享一下嘛。其实哦，如果苹果氧化的话啦，啊、是你们用我们生命水的活氧浸泡的话啦，其实它是更加那它比较不容易氧化的，浸泡在水里面。OK， 还有一分钟，我要把如果要让它更爽口呢，可以怎么样啊？也是一样，用生命水浸泡，用生命水浸泡就可以了啦。它就吃起来会更加的爽口啊。对啊，有顾客称赞你嘞，很厉害嘞。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阿俊创说拿后面啊，他叫你拿后面试一下看，后面不可以啦，后面不立了，讲起。就这种拿后面就可以了啊。多米又说，哎，帮水果排氧，对。啊好像我们吃鸡也是嘛，他一定要按摩，这个也是可以帮水果按摩一下哦。对，所以等下不要浪费啊，食物啊，全部要吃完了，全部要吃完了。啊、对，令你这样子摆就很漂亮啊，这个要摆在中间。不要再动我的东西。哇，令你这样子看你好像也是有很有仪式感这样哦。本来都有吗？我是因为道具的关系，不然我真的是我觉得有仪式可以摆出来。在起那个什么嘞？什么起建筑物这样哎？哎呀，我觉得我苹果标签比较漂亮啊！阿林，哎，收令，阿林到期了咯，阿林，什么要到期啊？到时间了，不是到期，到时间了，阿林。OK， 阿林不可以动了的。OK， 啊，哎，这么难做，你看到吗？你看到吗？连面皮都要都要偷，被你发现了，阿林，我乖乖的没有动过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完成了我们的两个嘛，对吗？这种东西他都想得出来，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天才？对，这个是刮的那个工具啊。好，我们的镜头可以向前啊，我们看一下啊。对，这一个的话呢，就是猛男一号 Jonas 做的，看到吗？中间有一个爱心，对吗？给你们多一点爱心哦。
所以记得等一下投我一票哦。我们要对我们水友多讲解一下嘛、啊。对，我觉得我的有很大的意思，很大的意义，我要多讲解。哦，可以啊，可以啊。对，给你时间讲解一下。大家看这个水果，你觉得这个像什么？其实我的设计是它像一个太阳，对不对？有没有像一个阳光射出来？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爸爸永远都是我们家里的阳光。原本很多观众都想要投你的，照亮我们。你讲到阳，你讲到太阳过后，看到更加不见阳光，不会不会，光芒四射，你看。再看看隔壁家的，对、哎，我的这个就是爱心啊，爱心啊，还要啊，你看我的橙哦，有放六个的，六个的原因哦，就是因为六六大顺呐、啊，你知道吗？你看有意思的，我的是五个的，哦、五个代表什么？五福临门，我们叫比成林嘛。对，所以大家记得可以赶快投票哦、啊，投我们一票啦、啊。所以你觉得大家觉得说，哎，猛男一号做的比较好的，或者是说猛男二号？做的比较好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开始留言啦、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小编会帮我们记录起来啊。对，那么这个惩罚的话呢，我们是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投票是正式开始啊，大家就马上打一。如果你是觉得Jonah 做的比较漂亮，你就按一。对，然后你觉得我做的比较漂亮，也是按一，打2 2 2 OK， 所以我们惩罚是这样。对，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打惩罚的方式嘛，是，所以我们惩罚我们会选里面的三样，对，然后我们明天会 post 在我们 Next 的 Facebook。啊，所以你们看哪一个惩罚你是最想要惩罚输的那一个人的，你就投那票。然后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就会做惩罚。是的，啊、所以这一个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做的这个拼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打算说，哎，给父亲一个心意嘛。所以那么大家的话呢，记得不要根据我们做，因为我们是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一个比拼啊，不是示范啊，对，除非你想要挑战一下你父亲的极限哦，那你可以学我们这样子做嘛。那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个 idea 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哎，我们会有佛学照片给你看一下啊，我们有三个照片啊，你可以看一下啊，它其实是可以摆设到很漂亮的，对，你可以摆成一个花的形状啊，哎，你甚至可以摆成一些动物也可以的，而甚至你把所有的水果切好，每个不同的形状你来摆都可以的，因为你在家有。自己有时间做的话呢，你就可以慢慢来，对慢慢来，你可以慢慢做，用两分钟，对你用的那个啊，对啊，什么那种东西，它是很好的工具来的 ，OK， 所以哎，大家就可以 ，OK， 可以啊，对，所以我们的观众已经开始投完票了，对，投完票了啊，所以我看到一号好像是比较多是吗？啊，我是看到二号比较多了。所以我们的投票就在这边就解释了，对，所以哎，这里的话呢，那么大家的话呢，记得我们给父母亲啊，他最重要的就不是哎，我们能够回馈给他有多少什么样贵重的一个礼物，最重要是我们本身的一个心意嘛。那么我们希望说，透过今天的这一个直播呢，能够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星期日就是我们的父亲节，然后把这个心意传达给他们。对，而且我相信，可能说，如果你是女儿的，可能女儿会。有切水果给你的爸爸吃，可能儿子的我相信就像我们这，可能你从来没有切过，所以你想象一下，你爸爸突然，哎，你突然拿一盘水果给你爸爸，他应该会哇吓到的，对，会吓到的，真的会吓到的啊！你会一想不到他的那个表情，对，他拿到你那份水果，我相信他一定是莫名的感动，想不到，哎，我儿子会切水果给我吃。对，你有切过水果给你父亲吃吗？这个礼拜我就会做，OK， 这个是来买的，对，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小片哦，这个啊，公布一下我们的吗？我们票啊，我们的票来，所以我们的冠军啊，我们拿过来给我们的观众看一下。哒啦哒，哇，我看到有点感动呢，有点压倒性的胜利，所以我给你们看，我觉得我们要透露一点，这个是 Jonas， 看到吗 ？Jonas 我投票拿了八票，阿林呢？我的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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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18票领他10票，上个星期上面影响多少？赢几票罢了。他们很多人讲上个星期是同情分来的嘞。对，是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同情分。这个也是同情分，很明显是看这个。没有了，我觉得我的还是比较漂亮。OK， 好，那么我们的 Summer On 也是有问到哦，哎，那么这个水机的话呢，它有什么优惠，有什么折扣呢？哎，那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哎，还没有选好礼物的，对，给你的父亲也好啊。那么你用这个企鹅给他们是一个最好的这个礼物啦。那么我们也是有做促销的。那么呢，促销是多少？对，因为我们这假期的话呢，凡是你今天的话啦，还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 WhatsApp 我们的 link 的。OK。对，我们一下会有这个 WhatsApp link 哦，大家可以按点击这个 WhatsApp link 里面进去，群购我们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是有做这个促销，是假如你家里面呐、啊，哦，有用这种旧款的玻璃水机啊，或者是你爸爸用这个种的
很普通的、很 basic 的水机的话呢，你可以做 trade in 的 offer， 一个月只需要63块。对，63块加加罢了，每月只需要63块加加咯。所以大家有对这个优惠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 PM 进来给我们知道，好、WhatsApp link 这边点击进来给我们知道。那么留守一下哦，我们下个星期四的话呢，我们一样是8:30的时间，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更加不一样的这大比拼。听说这大比拼好像很够力的，很够力啊，这个很够力哦。我现在是担心很够力给他弄完了。不会啦，我你看我给你的气技全部是很好的哦，勉强可以接到，我觉得是我的技术比较好。好，可以，好，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就跟大家说了，谢谢啦，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下个星期四见啦，给生命一个机会 ，Next 生命水，萌啊，拜拜，拜拜。Next 提供您一个简单的生活解决方案，简单的只需通过一个滤水机，没有异味。没有化学作用，因为这只是用水。通过世界首创的生命水加活芽两大科技，它可去除大多数的异味和细菌，它可以净化蔬果上的农药，令食物更安全食用。从厨房用具到婴儿产品，都能用它来清洗和消毒，消除食物、双手、餐具中难闻的异味。Nash Puzzle 荣获2项世界级发明大奖，让您更安全使用活样。Nash 让水回归纯净、简单与安全。Nash Puzzle is good。